我现在呢就是在俄罗斯进步站的内部，然后进步站距离中山站大概有1公里左右，然后但是因为路不是很好走，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坐雪地车过来。然后这次呢我们主要是过来就是跟他们做一个日常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和访问吧。这是进步站的会议室。不好意思，我不懂俄文，但这应该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吧？啊，不是，应该是俄罗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啊。那应该是他们的一个什么什么司机。这里是俄罗斯历年南极考察队员的照片。然后今年已经是他们第64次南极考察了。